先生好，来坐坐坐。我天哪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叫东方。怎么了？我喜欢你身上的这个红。是吧？对。啊，也感觉比较喜庆。今天是腊月24，也是南方的小年。给大家拜年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，祝大家小年快乐，然后在新的一年都能够牛气冲天。牛年大吉！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我好喜欢你这个调门。不是你是觉得往越往远越是这样吗？有一种祝大家牛年大吉，先走回来，就开出了一种结尾的感觉。哎，不是，这叫什么？这就特别可爱的进入春晚状态。春晚都是刚开头，刚开头。你知道嗓门是春晚状态就是开口即巅峰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的巅峰已经过去了。没有，就是开口即巅峰，他一般都是缓慢的上，就是爬坡嘛。但不，春晚就是开口，整个情绪就在那里。对对对，因为要在那个时刻把全国人民的情绪瞬间调动起来，我们一起过年了。是大家的情绪其实就是在这儿。对对对，因为都会很兴奋的打开电视，然后就等那个音乐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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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塞，你看观众朋友们，哎，来来来。是吗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来来来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，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，陪您过年，陪您过年啦！这么漂亮、啊！哎呦，我怎么完全听不出来你的口音哎？哇，好标准！哇塞，谢谢！我能说你好标准，你就真的好标准。对，我好开心！哇塞！所以说了半天，周深你是？我是湖南人，但是我从小在湖南的，对，然后在从小在贵阳长大。啊，那你会两个地方的方言喽？对，我就是在家里会说湖南话，然后在外面跟同学会说贵阳话。哦，今天你知道吗？你来，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题目吧，算是啊，让你用方言说一段绕口令。方言说绕口令？对，方言。你说的好，口音用哪儿的方言？是用本来的这个祖籍呢，还是用后来长大的贵州呢？我用湖南话吧。湖南话。湖南话牛奶，我们好像不叫牛奶，我们叫饮奶。说到湖南话，我真的很内行。为什么？湖南，因为我是苏江浙沪那边苏吧。我祖籍在苏州，但是我是北京孩子，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但是我是湖南媳妇儿。哦。我爱人是湖南人，衡阳。哦，衡阳啊，我是太巧了，不是一个地儿。但是他说长沙话。哦，我不会说长沙话。那你说哪里？我是湖南邵阳，新邵那边的。邵阳。对对对。我也有好多朋友，来吧，邵阳话，我多少能听懂一点。啊，这个压力大了。真的有点难，我想想。你骗不了我，来吧。啊。邵阳话的绕口令挑战。牛奶来买个瓶牛盐盐，对不起，让我想想牛奶湖南话怎么说，饮奶啊，这就有点怪啊。牛奶来买个瓶饮奶，牛奶来又买一瓶牛油，牛奶来拿醋个牛奶来个牛油，牛奶来拿醋个牛奶来个牛奶，到底是牛奶来拿醋个牛奶来个牛油，还是牛奶来醋哪个牛奶来个牛奶嘞？这个算是绕口。祝大家春节快乐！哎，你知道我这个表情是惊叹，真的，因为以前每年我是湖南媳妇儿，我都回婆家去过年，所以我一回婆家就是你这个味道，是吧？就是哎，湖南话是摇的不咯？哎 ，n 不分吗？ l n 不太有，就是牛奶也可以叫做牛奶，我们叫饮奶，我们那就每个湖南每个地方的口音都会不一样，叫什么奶？我们那叫饮奶，不要再让我说湖南回来，再说坏话要跑了。我的两个要是那么著名的，你刚才那段绕口令，我觉得不管是湖南的还是北京的还是贵州的，没一个听懂的，有可能。哎，我听得懂，我觉得好媳妇儿，好亲切，苏静老师，我真的好喜欢，我好亲切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真的，我婆婆就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回湖南陪您过年，今年，但是真的好亲切，谢谢，真的好亲切。哎，你是东北人？我是辽宁沈阳的。哎呀妈呀！沈阳的，沈阳的有意思。沈阳的，来来来，走一段，走，行，大家，哎，打输进去了是吧？我不用拿手机，来来来来来，不用拿手机，拿手机，拿手机来。嘿，
不用手机扫，我看见了他的密码，是吧？是多少？就是那个。哎，还是告诉你，我给大家来一段吧，来一段不标准啊，但是那个比较正宗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标准啊，但是比较正宗。对，回去琢磨去啊。好嘞。耍大刀，大板敲，东北的鸟儿叫家巧，没了。太狠了吧！就给我这一段啊，等我拿手机啊，不好意思，老铁，稍等啊。我们在咱们走，因为我给他们这个时间啊太晚了，他没来得及收到这个提示。在他找之前啊，怎么了？找到了，走起啊，对，走起。耍大刀，大板敲，东北的鸟叫家巧，翻铲子翻铲子，东北的主动叫上杆子，打搓溜滑流鼻涕嘎，东北的问号叫干哈，糟践了毛慌毛里三光，东北的钢材叫材钢，漂亮。要想知道更多，去我们东北吃酸菜炖粉条，句句都教你。今天我觉得这个子墨是放飞自我，那难得来一次央视文艺。一般这个你在新闻宁波里是看不到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很严肃。感受一下春晚的气氛嘛，跟大家一起开心嘛。对对对，最重要的开心。过年就图个热闹。对，主要是热闹。周深知道我是苏州，老家在苏州。对对对。然后我看了一下。对，刚才你说的是你的童年记忆。对。你会听得懂苏州话吗？我听不懂、哎。我说一段，你听一下好不好？你猜对一句就 OK。方言绕的有点，因为江浙沪的方言特别难。手举着白菜钱，白菜钱跟那个白菜，小菜这里包着个白菜，蔷薇在那面面前，牙签爸爸这里的哥哥，爸爸还在花里花里捡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漂亮，什么意思？好嘞，好嘞。刚才那个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刚才就是一个童谣、哦，苏州的一个童谣，就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宝宝。哦、哎，在这里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了，8:20啊，我们的红包雨就要来了，大家点击屏幕就可以参与瓜分，参与瓜分。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，各位老铁，您注意了，拼手速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，您提前啊。热身一下，热身活动一下手指，做好抢红包的准备。同时呢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不仅有4轮快币红包雨，而且还有10轮幸运助手抽奖活动、哦、分享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幸运助手抽奖，惊喜不断，福利不断，50台 5G 手机，还有明星嘉宾的签名照片都等着你们来了。那说到这里，但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主要是没给咱们俩签名照片是吧？这待遇不一样吧。我也没有点意见。签名照片我也有意见。就我们赶快拍一张和我们三个人签名。来来来，好、哎、周深想问问你对春晚的记忆，你是从小看着春晚长大的吧？是我从小看春晚长大，记忆就是很热闹，真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，每个人都是，对对对，嗯，跟我们说说你印象比较深的。我印象比较深的，不知道就会有很多小品吧，啊、对，包括尤其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是可能带音乐性的一些小品，比如像那个。啊，你看这一道菜啊，对，群英荟萃，我天哪，赵丽蓉老师的，对，就好像有很多很多印象很深的，还有那个潘长江老师的那个过河，对，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就很多，然后当然歌曲类的也会就会更记忆深刻，自己也比较喜欢。哎，我突然想起吉祥三宝，哦，我觉得你真的好适合，你可以演爸爸，可以演妈妈，可以演孩子，你就是个宝宝，我就是个宝宝，就你那个宝宝的声音一定是特别好听，我哎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试试吧，试一下，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喜欢我。此处应该有掌声哦。哎，行吧，我试试。有词儿吗？不用，给你主持人来个串场垫一下吧。我试试啊，来。如果没有唱好，大家就当。爸爸。好。爸爸。哎。太阳出来，月亮回家了吗？对呀。星星出来，太阳去哪里了？在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他回家了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这里怎么是三个人在合唱啊？我现在唱不出来三个人的声音。这个提词器显示爸爸妈妈、女儿合唱，我就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是一家的一家。我天哪，你唱出了合唱的感觉，这也太难了。我尽力了，志勇老师。妈妈。哎，真的，
你的声音好特别，就是塑造性好强、哦、就可能私底下会比较，有的时候听见一些比较喜欢的歌或者听的声音都会尝试去模仿一下、嗯、真的。哎、嗯，那你如果是对春晚的歌曲这么熟悉的话，接下来我们给他考考你出春晚的歌曲，但是啊，不是正常的出哦、啊、是倒着啊，这个好难。倒放，反正我刚才听了一下，完全没听懂。真的，这个好难。但是咱俩的要求不一样。啊、你是歌手吗？我是歌手也难。夜的感觉已经更好。就想给我这么大压力、哎。我是歌手，我也是可以猜错和猜不出来的。春晚的就不允许。对对对，压力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先来第一首，来来，先来个简单点的吧。倒放开歌挑战，预备，开始。2020年春晚的，这是个 rap 吗？快，不是不是，它是倒放，它改变了速度，洗脑神曲，洗脑的，以及广场舞的著名小苹果。那再来点提示。姐，你闹钟响了。谁都不开眼的，换上。实在抱歉，啊、没有，这是震动，你耳朵不好使。类二零小苹果吗？你猜的是小苹果 吗？是否正确？来左边跟我一起画。哦，野狼 disco， 我就说他有过年 disco 感觉。你哪听出来是小苹果？我没有说小苹果呀。哦，那是我说的小苹果，是我说的小苹果，是你说的小苹果是吗？没听出来。抱歉，第一题就当热身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那我后面可能会热身。确实是蛮难的，确实是蛮难的。哎，你是个这么逗的人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题目，我是认真的在猜歌。哎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屏幕前的老铁啊，可以跟我们一起猜啊。对，你们猜出来马上打出来。对，如果你猜到了，周深就现场再唱几首。行不行？再唱几宿，再唱几宿，立马打出来，我就看一下。对对，如果你猜出来，就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对，来放长一点，来，至少你可以吹牛啊，说啊，我比周深猜的厉害。来，得起。哎，我把刀自己都弄。哎呦，说吧，怎么也得给我一个答案。唱出来了，不怕的。我要是唱得出来，我就猜出来了，什么呀？你猜一个。一下，我就毫无。反正男歌手的。我随便猜一个。男歌手的。我不知道对不对？啊、嗯。告白气球。哦，有可能，反正是男歌手的。是吗？应该 是不是告白气球？哦，哇塞！看出差距了吧？你是看春晚的，人家是参加春晚，不，就是这么不一样。因为那年他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周杰伦是要变个魔术，在告白气球当中，他也要通过魔术的方式来呈现这首歌，所以当时我们印象很深刻，而且彩排的时候都是瞒着的，哦，真的，都是最后那个梗都没有冒出来，其实我们在现场都没有看到过，真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盯着，哦，怎么去呈现最后告白气球，所以印象很深，居然还记住了告白气球，对，魔术记住歌，厉害，来下一个，我都很熟悉，就是猜不出来，哎，下次要猜不出来，你要唱了，对，你要唱了啊，你要唱了啊，哎。来，给我透个题。来，啊，再听最后一段吗？大老师的，有一哦哦哦，有一哦哦哦，有一哦哦，有一哦哦哦，就这个。歌名叫《爽》，倍儿爽，对不对？有一哦哦哦哦，漂亮。有一哦哦哦，好嘞，好啊。走你我哦哦哦，终于猜对了，猜出了一首倍儿爽。
我突然发现你性格真的就比较话比较多，太好了，没有话比较多，我好喜欢，欢迎您来到那个曲艺类节目。我还负责另外一类节目是曲艺类节目，我试试，我尝试，真的你可以试一下。哎，而且听说你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会魔术。对，您刚不是说到就是歌曲跟魔术结合到了一起吗？对啊、我也想挑战一下。真的，你还会变魔术？千万不要当真。需要托吗？需要托吗？不需要。连托儿都不需要，托儿都是比较高档的需要用的了。哎，我在说什么？来，大家先看着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过年了，要给大家送什么呢？哎呦，你这范儿太准确了，来来来。对，就是既然都是，你看，马上今天是小年，马上就要到大年了。对。然后大家想给大家送点什么呢？送点什么呢？大家先看，这是一块布，不对，说错了，这是一个框。对，这是一个相框。这是一个框。嗯。它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哎。那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不要再晃了，再晃就露出来了。都没有。那如果你们觉得它还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祝大家福气满满！哇，福到了！哇，成功吗？这个声音有点大气，是吗？我刚才尝试就是啊，但是很棒了。谢谢，你竟然能够临危不乱，而且后面反正不管有没有惊喜，肯定是惊吓到。对，主要也给大家带来一个。中国节，祝大家就是吉祥如意，谢谢谢谢周深，满满牛气冲天，我谢谢周深的祝福，周深甜美的歌声，还有这样浓浓的祝福，谢谢，一起送给我们所有的老铁们啊，给你们提前拜年了。好，刚才声音真的很大吗？真的很大，我假装麦给你一个，假装听不见，你应该用歌声来遮挡一下，我应该边唱边没有，他主要这个是为春晚准备的，春晚都有背景音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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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下次再来我就边唱边变好。谢谢谢谢周深，祝大家福气满满，然后吉祥如意，春节快乐，加油，还没到，加油，小年快乐，小年快乐，小年快乐，拜拜，南方的小年，今天是南方的小年，对，老铁们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谢谢周深，谢谢。